手法哥。这可以打辅助啊，我不喜欢警告，第一波打辅助是最好的，我跟你讲，第一波不用打卡莎，第一波打辅助是最好的，因为当时牛头已经没闪现了，我不能让他吃这个线。哎，我应该死的。不好意思，可惜了，一技能差一点。我会在探险手记里把这一点小小的不幸删掉。EZ Q 不中人多练啊， EZ 这英雄就是这么难玩。EZ 难玩的点就在于他的 Q 很难中啊，那 Q 不中人那没办法，多练。EZ 这个英雄很难玩，但把它玩好的话很厉害很厉害，这英雄属于难度非常高的 AD 了。还有闪，牛头好像带的是海克斯闪现。讨厌偷这个字，我会说解救或者获取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不知道他牛头去没去啊，那当你就当没去呗。三角草丛没事，那只能当牛头，不知道牛头去没去，就当他在这边晃来晃去嘛，那就来了呀，不能压他的，我压他我就可能会出事。该说呢就说，辅助游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哎，反正我也能吃补刀的 ，Q 技能补刀就完事了。 没有特别难受的。我来自一个探险之家，天生就这样。呵。 EZ只能说上手比较简单吧，想玩好很难，只能这么讲。这个英雄属于，反正我觉得EZ是一个难度非常，就是想玩好它很难很难，要真的是要多多练习。 它是 AD 里面比较难玩的了。AD 里面其实简单的 AD 走不掉的，肯定是走不掉的。这个传送一来，我就必死无疑了，都能换一个都算谢天谢地的，能换确实谢天谢地的。 带饼干，那肯定那不需要的时候，占格子那就卖了呀。对啊，那需要的时候，对，现在吃饼干呀，这不是很显而易见的东西吗？下路这么大优势，不考虑控一下小龙吗？
啊哈！这敢吃线，胆子也太大了，有点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，把我三项 EZ 放在眼里。 没事，那就让你见识下 ，EZ 两件套，然后带个真言往中路靠。这个皮肤商城好像有礼包可以买，但平常买是买不了的。但好像商城里有个礼包可以看一下啊。 拿龙呗，龙。小龙早点控啊！这把下路优势这么大，龙不控说不过去的。对啊，下路有优势，龙那猛猛控啊，控就完事了。 我好像留不住他，他一触挺快的。
很想，哎，就怎么说需要围绕，知道吗？就真的很需要围绕。我是希望辅助跟打野能跟着我的节奏走呀。放呀！还在犹豫什么呢？你这把装备没出啊？挂了两把长剑是有点小难受的。感谢星月送的粉丝团灯牌，谢谢星月送的粉丝团灯牌。哎，这小走位，不可能这波去看你下路的，这波大龙是马上刷了，这波就没有下路的坑位啊。不，你还被单杀吗，兄弟？被单杀很麻烦。至少得把这永恩的 TP 打出来吧，不然他下路一直荡呀，我们没有人能回去守他。肯定开人，不可能打龙的，兄弟。思路要正确啊，怎么感觉思路有点不对呢？刚谁一直在拼打大龙啊？上波开龙就是为了把团开起来呀，因为他永恩是有传送的，打起来牵手用大龙滚肯定是吃亏的呀。传送过来那四打四本来其实目的就是为了把永恩的传送给打出来。然后看能不能开人开起来打架。感谢熊哥哥送的粉丝团灯牌，谢谢粉丝团灯牌。我会挖出远古的密码卖给出价最高的买家，听起来我是在犯罪。就感觉兄弟几个思路好像都不是特别的清晰。
又被饿死了嘛，死的很不合时宜啊，死的，因为有拿了大龙 buff 是要进攻的，掉了一个人不一定好进攻的，我看一下，凭借自己的操作能不能稍微进攻一下，瞄一下，好，这边我打起来就可以。 安全的路就是无聊的路。点了。